你有想要问蝴蝶问题还是没有？没有，我们不要逼你问，没关系。没有也没关系。有哎，有。什么问题？你真的会等我长大吗？等你长大以后去跟蝴蝶姐姐做些什么事呢？去玩。去玩吗？哦 ，OK。蝴蝶，那个我们已经录下来，你跟他用手指头约定的事。你此生只能等他了。可是我跟你说，我以后会变很老，然后我的脸上会……你不要现在就找台阶下，好不好？你真的没种，他已经怕有所承诺。我也很喜欢你。现在的 ending 是干嘛叫他们亲嘴吗？对不起，你刚刚说你很喜欢他，他回答什么？他说他也很喜欢我。哦 ，OK， 好，所以今天不算有白来康熙，就有帮你交到一个新朋友啦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蝴蝶，恭喜你啊！勇敢一点，勇敢一点，我也不明白。好，这一次我们邀请几位主持人来，是因为他们最近呢实在抢走太多其他人的节目了，尤其梁鹤群先生就是了，你节目没完没了哎，你是又有一个美食节目对不对？啊，是是。然后第一集就是殷琦去当来宾吗？啊，没有，第一集是那个马奎尔啊，对。哦，都是以选妃的心情在做这个节目啊，也不是这样，那也许是这个制作单位的巧思。巧思，因为我在那边动手脚。我每天起床我都觉得好累。你手上现在几个节目啊？应该是四个。陈建州，你觉得公平吗？就你在演艺圈已经打滚差不多十年了吧？你现在手上只有一个节目，跟三个，连这个三个。你有三个节目？对啊。怎么那么不起眼？我不只爱吃饭饭团，我也爱吃。Channel V 有另外一个。哎，等一下，剧情有话说。有新的指示，你不只爱吃棒棒糖，也爱吃别的。嗯，什么？比方说，巧克力。所以这题是我们该节目 opening 的第二题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因为他听到我们说棒棒糖三个字，他有一点感应到。哦。所以巧克力里面要包什么？你会比较喜欢？要花生米吗？还是核桃？葡萄干，葡萄干，你敢吃葡萄干巧克力？哇，你好棒，好成熟哦。所以如果这个姐姐小 S 姐姐送给你葡萄干巧克力，那你会对她好一点吗？我的问题出在哪里？她是不是化妆太浓？你摸我脸，我根本是没有底的。你看你的手指有没有粉底？嗯，而且有点。有点什么？有点什么？你讲没关系啊，你骗我。我说有点花花的。哦，他觉得你好色了。你说花花的就是我皮肤不好吗？就是那个花花的。滑滑的哦，对不起。哦，所以皮肤嫩是不是？嗯，很好。你不要乱弄他。哇，你看，这我棒棒糖。要发射了！你好像不应该这样勾引小孩子，不应该是不是？因为他会抗拒不了。对啊，这样好吗？那我们给蝴蝶，给蝴蝶，我们给蝴蝶了哈，我们给蝴蝶。现在是要立刻同吃一根吗？哎，哎呦，对哦，我天哪！我帮你打开好不好？他常常会被我们放入天人交战的处境，怎么办？你们常常都会把我给欺负。没有欺负，他在帮助你完成梦想啊。帮你打开哈，你们先聊，这有点难开。所以四个节目，我自己会打开。真的假的？那个不好开哦，它对你很紧哎。对啊，这个，哼，这个有一点难。哼，不用啊。而且我还就真的认真的看他们拆包装。先吃。好甜啊！眼睛好大，好害羞。那你舔一口，你舔。草莓口味的，好不好？怎么办，徐经理？我觉得我们节目把它推上了人生的新的境界，真是。好吃吗？好吃，那你自己拿着吃，整个都是你的。不能进展太快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慢慢，还是要人生的幸福要慢慢，对，慢慢珍惜享受哈。所以，黑人你可以接受梁鹤群四个节目这件事？当然可以啊。你有在 follow 他的节目吗？我认识他很早了。
可是他开始主持之后，你有觉得他主持很好吗？我们球队的都是把他当为新一代蛮猛的一个谐星。那为什么我们康熙帮你跟马奎尔交换了电话以后，马奎尔公然说他在等你找他，你都不找他？这阵子这个大家都在专注这个事情嘛。你说英奇的还是马奎尔的？随便。所以说放的蛮开的，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联络好像也不太恰当嘛，哈。是是。哎，所以英奇是你根本没有在追他的意思，只是刚好被拍到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被拍到，哎，没。其实可以看那个包装杂志，其实那完全就是一个传闻，然后一个干稿，完全没有任何的照片。犀利直问新闻怎么报？翁之曼冷汗冒不停。你在报我新闻的时候，有稍微就讲一下自己的想法。你有没有用到无功不成当中？所以后来家暴新闻的时候，你说，我一直不正面回应的意思是没有，我那时候没有说，我没有说那个，那你说了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？